要开始使用 DefiU， 从 Premium 奖励池获得 Ultima 奖励，首先需要将 Premium Split 硬币转移到您在 Smart Wallet 中的钱包。请记得将钱包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并激活，以便使用 Split 硬币进行交易。向钱包中转入一个 Smart 硬币即可激活钱包。另外请注意，如果要提取硬币则需要开启双重身份验证。要提取 Split 硬币，请打开 DefiU 网站上的仪表板，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Premium Split。然后在左上角您将看到一个带有 Payout 按钮的 My Premium Split 可用余额，点击该按钮。在新打开的窗口中，您需要选择一个提款账户，请选择 Available Premium Split， 然后点击 Next Step。在新打开的窗口中，您需要在 Wallet Address 里填写您 Premium Split 的钱包地址，这个钱包地址可以在 Smart Wallet 中复制，粘贴复制的地址，然后在地址旁边的方框中输入要提取的金额，然后点击 Transfer 按钮。在新打开的窗口中，您需要输入您双重身份验证的验证码，打开 Google Authenticator 应用程序，然后在相应的字段中输入当前有效的验证码。如果您的操作一切顺利，您将会看到一条消息显示已创建提取硬币的请求，硬币也很快就会转入您指定的钱包里。硬币的提现历史可以在 Payouts History 部分中查看。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会为您提供您需要的帮助。